怎么有一个太空人在那边死掉了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面包碎，今天来玩 Astronia。嘿嘿嘿啊，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挖了一个洞，放了我们东西，要不然它暴风沙的时候又会把我们东西吹掉它。对呀、啊，应该弄个山洞会比较好的。下一次先好了，在还没有开始之前，我想告诉你们，我12月23号的时候到1月8号的时候，我没有新的影片，因为我去旅行了，很抱歉。OK， 所以和1月9号的时候可能才有新的影片。OK 啦，我们现在开始。Let's go. OK， 今天的计划我们要坐车，没有错，我们要搭一辆车，伟大的小小计划。首先我们来伸长一下，来，我们在这边搭我们的新车，不是打印机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，也不是这个啊，应该是这个、啊。OK， 来，应该是这个东西。我们需要两个口的铁，叫卤啊，是不是？要有卤。OK， 这边我们没有卤，可是我们有铜，所以我们要去挖了。还有发现到一样东西，和就是和我们这个管呐、啊，其实不是只是传氧气罢了。传电都可以啊，你们看啊。 OK， 你们注意一下我后面那个管啊，你看那个黄色已经开始不见了，你看我们靠近它，你看我们的地上的线已经有汪汪在传住过去了，就是很快的补回那个电，极好，方便很多。 OK， 来吧，今天我们继续我们山洞之旅， Let's go。 果然这种东西真是会升回来，你看已经升回来了，几块哦，还是有三个，跟上一季一样，真的是哇啦喂。来，我们去远方哦、啊、这边没有去过，我们去一下看。 Oh my god， 这么我的人在里面， holy cow！ 来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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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哇，老爷，那我笑这个棒，然后整个身体吸进去的，看起来好像那种恐怖电影这样。哦，到紫色地带了哦，没有来过这边呢。喂，这次是青色的葡萄哦，刚才那边是白色的，没有什么创意啊，应该放苹果啊，苹果，苹果，苹果。I have an apple. Apple. 这边可以放上去了没？喂。怎么拿不到了啊？我放上去了过后拔不回下来了啊，怎么这样好笑的，这个东西是棒来的还是有这样东西的？咦，什么来的，怎么好像一粒粒什么来的啊？哦，电来的、啊、这好笑啊，那个电很恶心啊，其实这个东西，哎哟 what the fuck， 我死了 why 这样子就会爆炸就死掉了啊。Hello， 我看到我尸体了，是不是我尸体？真的是我尸体来的。我一直怀疑他，这么好像有一个帽子在上面，他原来这个是我尸体来的。难道我们有一个 clone 机器可以把我们复制出来？哈哈哈。OK， 首先前面是无知的地带。哎呀，哎，完了，就是这样，没有了。切，白死一趟。我需要红土，现在我很需要，快点给我红土，两个口的铁。哇，我一走越深了哦，一直往下走，这个山洞很恐怖哦。哇，怎么那个东西掉下来啊？哦，你靠，怎么这好笑啊？算了啊，你是笑，我们带你回家。OK， 我成全你。喂喂，怎么有一个太空人在那边死掉了？哦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。哇哈哈，原来这个东西叫有机物啊。喂，还有新东西啊，偷完它先。我、哦、有什么鬼蛋呢？来，买炸弹。哦，你靠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偷啊？哦，电池也可以偷。OK 啊，我们全部偷回家。希望我没有，我们不会在这边死掉啊，跟他一样。原来走下来这边也是有好处的，可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，真的是有东西。我以为那个是我来的，好彩不是，我都不记得我在这边死过了啊。感觉上和我们这个游戏有点像那个 Tom Cruise 的戏啊，这个应该是他来的这个游戏。哦、oh, yes， 找到我要的东西啊，红土就是你啊。哦鬼，那个毒气又来攻击我了。哦鬼哦鬼哦鬼，不要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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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h my god， 我很难靠近哈，真的，走人走人走人，我好像迷路了啊。GG.com， 哦鬼，真的是迷路了啊，回去先，应该是这里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下次我真的是要大多一点管过来哦，没有他的话我觉得我会迷路。喂喂，哇、哦，刚刚就是这边，我知道了，这我知道路了，上次我差点死掉的地方。啊，知道怎么样跑了。 Yes， 回来了，耶，安全了，是时候回家了。哇、哦，我们很多东西要搬回家，你看。OK， 我在这边再挖一个新洞，放了我们的那种颜料啊，好像那种红色啊、孔雀色啊，全部丢来这边。因为过后我们再迟一点，我们再提炼它，所以我们全部放在这边方便我们。然后这边后也是弄一个洞，就是放我们的氧气啊、电啊这种比较重要的东西。然后打印机这边当然是放我们的两个口的石头，哎，两个口的铁。哇啦喂，我们还又有六个。OK， 来，我们建造我们的载具厂，需要两个铁，不是两个铁，两个口的铁。来，三二一，实行。叮，耶，来来来来来来。
无电力，哪里可能？我们的蜂蜜跑又没有跑了，哇大发。OK， 这边又有电了，呵呵，真好笑哦。哇，我看不到这边，我们弄干净这边先。有机物，哦，原来这个东西是有机物啊。这样子我们发电机可以用了哦，是不是？哦，真的可以用了哦，你看，这个也可以发电了。原来是那种有机物是从那种草出来的。哇，你看，我们可以弄一辆车了啊。用什么车好嘞？要需要很多口的铁。哇，还可以弄太空船啊。如果我们要坐这辆车，我们需要很多口的铁。我们坐最大辆了，当然了。嗯，所以喝要再等一下，机器完之前我们应该会搭到的。OK， 在那之前我们来搭一个超级大的电池，这样方便我们晚上的时候，我们的风力不是很好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拿来用，然后早上纯电，晚上可以用。来坐，因为我们这个风真是很变态的，有时候有可以跑，有时候不可以跑，要换位置的，每天很讨厌它。OK， 很好，有新的电池了，新电池，你放这边呢？嗯 ，OK， 很好，你看存到几块，喂，会转的嘞。哦鬼，暴风沙来了！哦鬼，哦鬼，回家回家回家，快点回，可以回回回回回！哦鬼，回不到去啊！哦鬼，我们躲在下面先，我们躲在下面先，希望没有事情啊，我们，没有射头啊，没有射头不要飞过来啊，射头我们就GG.com了，准备先，我们要准备战斗，封路封路，快点封好先，封封！哦鬼，哦鬼，射头来呀，射头来呀 ！Holy cow， Holy moly， 真是 Holy moly 啊！哇啦喂，说都真的是来了啊！求求你不要打我啊！我长得那么可爱。然后我们要再补洞了哦，鬼被打了，被打了，应该是走了哈，说没有了的，耶，哈哈，真好笑啊！可以出去了，我们应该是没有射头了，哇，然后从远远就可以看到那个暴风沙飞住过来了，真是恐怖。果然在上面有上面的好处了，很好玩下的，哈哈哈。哦，这个可爱的植物到底是什么来的？哦，也是这种东西的，原来，哇，超地大洞啊！哎，下面有我们要的东西啊，说走，我们下去。哇，找到一个新的矿物质，哦，来挖一下看，哇，黑色。这个当然等下要运回去的啊，终于找到你啊，我找了你很久很久很久，有了哈，我们就不用担心我们的氧气啊那一类，还有不怕迷路了。看到我精彩的 drift 了吗？ Yes， 满带而归， Let's go 回家。OK， 到我们氧气柱啊，这次我们应该不会迷路，也不会死，我们可以弄很多很多很多，永远的可以弄很多个。啊，原来有灯了，放了这个过后，我现在才注意到。哦，毒气来呀，毒气攻击来了，真的嘞，那种毒气真的是好像有智慧这样啊，知道我们在这边的，一定要跟着我们的那个毒气。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东西，到底有没有东西可以杀掉这种毒气啊？哦，来呀来呀，毒气来呀，应该是要跟他玩转圈圈，我们才可以挖到那些东西。哎，没有毒气哦，他们，哈哈哈，不懂做什么啦，可是我很开心，现在应该是要嘴巴向下刮，还是看不到我。OK， 回家。OK， 首先我觉得他这个车应该是分成几段呢，如果没有错的话。OK， 来见，哇，超级大的打印机啊，这个。哇，这么白色的，哇，好漂亮的颜色，还要充电啊，原来。OK， 我的单人座椅在哪里？给我出来！怎么单人座椅一定要放那边呢？真好笑啊。OK 哦，哦哦，刚刚刚可以坐上去了。哦，可以啊，我也可以跑了。Holy cow！ 哈哈哈哈哈。不错嘛，可是过后我们要装一些太阳能啊，还有那个风啊，要不然的话我们跑跑下没有电了就鬼哦。OK，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呢？竟然有一辆车了，来看看一下，我们可以装下太阳能啊那一类的东西。哦，发电机，我们来搭下一个发电机看，反正我们很多铜啊。哦，用煤啊 ，Oh my god， 我们没有那个煤炭啊，所以这个是废的这个，啊，把你丢在下面呢。那首先的话，我们把那个太阳能哈装在上面，这样子我们可以永远再跑了，应该了，我觉得。来试下看 ，Let's go， 我们要去哪里好嘞？不用紧啊，现在我们试跑下这个先，应该不会坏的吧？说，喂，跑很快，快很多喽。哦，老爷真是不。错啊，我们远远也是可以看到我们屋子在哪里，所以不用怕，我们可以赶得及回去的。哈哈哈，好像过山车这样，不算过山车，那什么鬼啊，越野战车，来爬上山，上山上山，哇哦，可以上到上到，哇老很有力啊，这辆车 ，Oh my god， 那边山压来的，下去一定死定了我们，然后我差点忘记了我们的人，哇会扣命好像。Oh my god， 我的车啊，新车，不要吵，不要跑 ，Oh my god， 跌下去啊 ，fuck。
我们要下去救我们的车了。哎，看起来我们氧气好像永远不会完哦。我们在那个车的时候，在这边也什么可以回去啊？走，我们下去救一下我们的车啊！我的宝贝，我回来了。不懂它的氧气有没有限制的嘞？剩下多少这样？还没有跟我们讲。总之，我们坐回上去先。那这辆车不一定你要向前走才可以的，你左右的话直接会转弯了。看啊，这样转，可是还会向前啊，不懂做什么。问题是我们的这座那个桥可以回上去嘞？我们希望可以啊，不可以的话，我们要再搭一个伟大的、更大的桥梁。OK， 这边应该是可以上到的。如果我们把它再铲平一点 ，OK， 停下来先。OK， 试下看下我们可以上去哦。感觉上好像是可以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耶、yeah, ！我们出来了，喂！啊，是收回去啊。我们也是差不多，应该是没有电了。哦，还有，还有。如果我们要下去那种洞啊，我觉得我们用小两一点的会比较好。喂、哦，回来 ！Oh my god， 这辆车很不平稳了，其实我们要给它回来，回来，快点回来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啊耶、yeah, 回来了果然要用一点巧门呢、啊。耶、yeah, 我回来了。OK， 为什么有这个管账好笑的，到底是什么来的？哦、来接电的这个。哦你靠，这好笑的。原来是这样。OK 啦，今天我们就录到这里为止。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不要忘记按个赞哦，还有订阅一下，所以可以继续收看我们更多精彩的影片。OK 啦，我们下次再见面，拜拜。